房间留的东西都很老旧，音乐更容易让我回到旧的时候。以前你总来说我对未来没有计划，我却总是说着不是有你在吗，可没注意你都不说话，累了吧。那个在世间我有发觉的人，睡前拿走我手机都霸道的人，要不就我手臂却又说个他很久的放手却又不肯，后来昏暗的房间却亮起手机的灯，后来一张床却隔着两个人背着身，后来那个关上门出去打电话的人回头说我根本不适合结婚。我们应该算爱过吧，用几年的青春的人，